长垣村今年开始挖建公路，挖土机在地上挖土。大概在4月9日上午，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带着一个7岁左右的小孩在河边玩耍时，发现了袁大头银元。他们一共捡了20多枚带回家，随后被家长认出这些都是花边。消息随即被迅速传开，赣州市及附近人纷纷加入了淘宝队伍。从9日发现银元以来，500-600人没日没夜地挖了4-5天，把地都挖得很深了。长乐乡怕哄抢会出现安全事故，紧急联系了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。所幸在这过程中没有出现打架斗殴恶性事件。